你知道吗？我等今天等了很久了，让我们忘记过去，只在乎眼前，好吗？ 原来你还真是一对，哥，原本姐到现在还没有从被你抛弃的痛苦中摆脱出来，你却抱着别的女人，你太过分了吧？不是的，什么不是？我都看到了，还不是？夏小姐，原来你还真是个说谎高手，之前你跟我说，你跟我哥没什么，高存志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很清高吗？ 别逼我说难听的啊！高老师，姨梦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个弟弟太不懂事了，我们再找个地方坐会儿吧。不了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 存志，这椅子还能修啊？能啊，能用。你可真能干，哎，给你做的蜂蜜水，喝点吧。谢谢婶儿。存志啊，你知道婶儿没文化，是个粗人。以前啊，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婶儿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我心里明白。 存志，你跟婶儿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圆满啊？哎呀，爽快点嘛！喜欢不喜欢，哎，跟我说嘛！哎，你必须跟我说，今天说。我喜不喜欢，我说了也不算啊。圆满他眼光比较高。哎呀，这什么话嘛！你要样有样，要人品有人品。 你要是喜欢我们家圆满呀，大婶儿我也挺乐意的。哎，跑什么呀？是不是有人追他呀？哎，圆满，是不是那死胖子哥俩又追来了？没有。哦，吓死我了！那你跑什么呀？我没跑啊。 行，喝吧。妈觉得吧，存志这孩子挺不错的，你说他吵着闹着来咱们家住，
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是奔着你来的。妈，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刚才都问了，他都承认了，妈也觉得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这说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呀？我差点成为他嫂子了。哦，当哥的不要我，我就讹上人家弟弟，往后还怎么着？跟高存善成为一家人啊？ 我不就问问吗？你干嘛说话这么难听啊？哎呀，妈觉得存志这孩子挺好的。再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圆满啊，你可不能再惦记着高存善那个王八蛋。咱们可不能在一个树桩上撞死两回。我惦记他，说不定他以后还会跪着来求我回心转意的。 一点麦片粥，很甜的，您尝尝看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喝点甜的东西最好了。嗯，我没胃口。骗人，晚饭都没有吃。张姐说了，您今天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，怕您生病了。我没事儿。好啦，乖了，要不要我喂您？啊，嗯，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 甜不甜？谢谢你啊，姨妈。从小到大，您给我熬的都少粥了，我这才第一次给您熬粥，不用谢。妈，你有心事？啊？妈妈好累啊，现在不想说，等以后妈妈再告诉您好吗？嗯。妈妈，您不想说，姨妈也不会问的。 以后啊，姨妈会很乖很乖的，不忍妈妈生气了。那，再喝一口好喝的粥，啊！星辰，厉害啊！没想到一次就做对了。真的啊？啊！哼哼。那高老师还有做错的吗？没有，全部正确。嗯。 那在高老师眼中，我是不是你最好的学生啊？星辰当然是我最好的学生了。不过，以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叫你了。为什么呀，高老师？ 高老师，就算你不想给我当老师了，你也得给我一个解释吧。星辰，忘了我这个老师吧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老师比我更优秀。可是高老师只有你一个。以沫，你快劝劝高老师，他要走了，他说他不给我当老师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吗？没错。我不想再为你们家服务了。可是我并没有撒谎啊。 当初我说我跟你哥没关系的时候，是真的没有关系。你没有必要向我解释，更没有必要撒谎，所以我决定离开这里。可我没有撒谎。可是我一直在撒谎。你撒什么谎了？其实，我一直在骗你们。我根本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学生，甚至连大学生都不是。 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大学保安，我哥说的没错，我没有理由谴责任何人，因为我自己也在撒谎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决定不再为每个月多挣这2500块钱而撒谎了。
我们来看一下新开盘的楼盘，请多关照，谢谢。你好，新开盘的楼盘，谢谢。 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，你一定觉得很没面子吧？这不是我的专职工作，我有工作，我工作很好的。这只是个兼职，您还是走吧，一会儿被熟人看见，您会很没面子的。袁满，你别那么说，妈妈的心都要碎了。您说您是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妈妈。 真的很对不起，原谅妈妈。不是的，没有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冒失了，我不该去打扰你们。我突然跑出来，你们一定很不开心。不是的，袁曼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女儿，我和你爸爸特别的开心，真的，我们特别的开心。自从得知真相之后，我谁也没说。 我就只告诉了您跟爸爸，我背叛了养育我那么多年的妈妈，你们也没有给我打电话，我去。袁满，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聊啊，走。怎么了？走啊！我不走。袁满，我不走。哎，袁满！哎，这谁的车啊？走不走啊？ 整天躺在床上，别这样嘛，孩子都在等你吃饭呢。谁像你啊，没事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袁满在街上跟人家发小广告，风吹日晒。你去见过他，还是他来找你了？他是我女儿，我不能和他见面吗？老夏，要不是在街上碰到他，我都不知道他过得那么苦。 夏以沫是谁？夏以沫在开会，找他有什么事吗？那麻烦您带收一下这花。哦。哇塞，这么大一束花，以沫的。哎，谁送的？这有一张卡片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是君子就不能看，这可是隐私问题。你是君子吗？我。 我是女人啊，所以呢，看呀。如果心是静的，再远的路也是短的。这就是我跋涉千万里，穿越整整3年的时光，再次出现在你身边的理由。天哪，求爱心，谁啊？高存善，啊？ 我去！哎呦呦呦！嘿，呀！不知道格式游戏老玩家，嘿嘿嘿，愣死你我！请进。什么事儿啊，永杰？5分钟和大会议室开会。
怎么又开会啊？啊，我不去，不去，去了也是挨骂的份儿。夏总去出版管理部门了。那正好啊，等我爸回来再开嘛，不然我还得给他汇报一顿，对吧？一汇报冲我嚷嚷，关我屁事啊！总监，您要是不去，主持会议这事儿可就落在别人头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别怪我多嘴。下个月的日本书展，夏总原本是要带何主编去参加的，我费了好大的劲，才说服夏总改变主意。您是不知道，现在的何主编，在阅读那是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他想怎么着？啊，阅读姓夏，不可能改成姓何吧？那倒是，但是被人惦记总不是什么好事吧？我觉得呀，您应当适当的扬扬您总监的威风，让他知道阅读到底是谁的。其实阅读有您和以沫这对左膀右臂就够了，哪用得着那姓何的来搅和呀？你说是吧？走，坐。人都到齐了吧？啊，那开会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今天的议题是什么？啊，主要是书展的讨论会。下个月的书展，咱们阅读拟定50本新书参展。讨论会啊，来，讨论讨论。那好。那我来介绍一下编辑部的进展。何主编，我听说你们编辑部放出话来要砍几本书，这让我们策划部的很被动啊。我们跟媒体放出话了，阅读参加书展的数量是最多的。你别着急啊，这当中有些环节你可能还不太了解。哎，说点有用的啊，你就说有多少本书去参展？50本，有难度。有难度，那多少本没难度？我们编辑部讨论过，这次书展的新书，我们决定出18本。多少？18本？来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少了吧？18本太少了吧？太少了。阅读图书是民营图书业里面数一数二的，18本？你开玩笑吧？没错，多年来所谓的书展，都是以做大做强为原则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要抢到最大的展台，带最多的书。但是今年不一样，据我了解，很多业内公司都已经减少了图书种类，把精力放在精品图书上。现在已经不同往年，一参展就像去自由市场似的，卖书的论斤吆喝。我听你这话是，在座的每一位就你最有经验是吧？哥，你好好说话行吗？夏以沫。这是在阅读公司，不是在家里啊，请叫我总监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发现就你们编辑部的人清高是吧？18本，这传出去，一位阅读图书马上就关门了呢。总监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呢？谁说参展的书少，影响力就会小呢？我想，这是您认识上的误区。你说我是误区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跟我这么说话？我就是阅读公司未来的继承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只对阅读图书负责，不对继承人负责。哎呀，你怎么说话的啊？你在老几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跟我说话一定要想清楚。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这是，请叫我总监。好，夏总监，夏先生，来，您请坐。就算夏总坐在这儿，也得听听我们下面人的看法，是不是？我们办书展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出风头吗？何主编，接着说。没错，就像夏组长说的那样，咱们去书展是为了出风头吗？不是。以前去书展的目的，扔滞销书、签合同、拉生意，但现在，很多业内公司都把书展当成宣传平台，推广各自的营销理念。而针对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部重新筛选了参展图书，
形成统一主题，就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。何主编说不定压根就赶不出来，说一堆借口为自己开脱吧。啊，那好，如果嫌18本太少，那就增加到25本，但还是统一主题。稍后我们会把主题文案交给策划部，请大家多配合。那好，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散会。总监，哥，你忙。我拜托你，以后不要再对我们编辑部的人出言不逊了。挺抱团啊。怎么？生气了？啊，生气？生什么气啊？你还不承认，刚才我看你鼻子都冒烟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代表我哥跟你说对不起啊。其实他那个人不坏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小虚荣，他喜欢别人都捧着他，不喜欢别人不尊重他，就跟小孩似的。你怎么了？你看着我干嘛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没有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原来你是夏总的女儿。我警告你啊，我就是夏以沫，不许小瞧我，不许戴有色眼镜看我，更不许背地里瞎嘀咕，说什么哦，这个丫头肯定是因为她是夏总的女儿才干成编辑的，她一定是个蠢材，知道吗？好。你这么傻还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好戏？什么情况？这是来，悠悠什么呀？谁放这里的？以沫姐，里面有张卡片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以沫姐，什么时候恋爱的呀？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什么恋爱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谁让你给我送花的？你不觉得很幼稚吗？给自己喜欢的人送花，这有什么幼稚的？对不起，高总，我还没有做好和你真正谈恋爱的准备。我只是试着和你接触看看，你不要给我太大压力了。那些花，还有卡片，大家都在议论。你不喜欢别人知道我们的事，你就巴不得大家都知道。喜欢一个人，不就是应该向全天下告知吗？为什么不呢？难道是因为河岸吗？河岸？关河岸什么事啊？我刚才都看见了，你们配合得很好嘛，很默契。以沫，我想提醒你一句。我对你可是全心全意，不要伤害我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刚才开会的时候，你为了河岸当场和你哥顶嘴，是个人都看出来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他毕竟是个外人，而夏总监不一样，他是你亲哥。你在教训我？我不是教训你，我是提醒你，阅读毕竟，阅读毕竟是你们家的产业，以后你和你哥要一起管理的，现在就把关系弄得这么僵。以后很麻烦。高存善，你入戏也太快了吧！我是为了你好。对不起，你和我想象的何来去完全不一样。在我还没有想清楚该和你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之前，请你不要再做类似于送花的举动。哦，还有，我和我家里的事情，我自己会看着办的。
说话呀。是圆满吗？好孩子，你别哭，跟妈妈说句话，妈妈求你了。我是圆满。妈妈在，我知道我不该给你打电话，我知道我应该在旁边乖乖的等着你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妈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早上一醒来，睁开眼睛就想看见你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妈，你不要怪我。妈妈怎么会怪你呢？你给妈妈打电话，妈妈特别特别的开心。这样吧，咱能见一面。你在哪儿呢？妈妈去接你好不好？我没脸见你。我长这么大，一事无成。尽管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我拼命努力的干活，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圆满。妈妈将来一定好好补偿你啊，圆满。李默，你来干什么？刚刚我想了想，我知道我有点操之过急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不想说这些。李默，你别跟着我。李默，你别生气了。喂，你这个人，我跟阿姨打个招呼。我你走，你走，你别我到哪儿。阿姨，行吗？招呼打了吧，你可以走了。以沫，先别让他走。小高，我能打扰你几分钟吗？我特别有时间。阿姨，妈，我的事情您甭管了，行吗？你让他走。阿姨有事儿找我。以沫，上楼去，我和小高谈谈。妈，哎呀，快去。那我就在这儿。怎么这么不听话？快去。哼。小高，哎，阿姨，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其实，我跟以沫已经正式交往了，我对以沫是真心的。啊，我找你来啊，不是谈以沫的事情，我想和你谈谈你以前的女朋友。以前的女朋友？我以前没女朋友啊。那个金圆满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吗？她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女朋友。那你和她怎么回事啊？阿姨，这件事情上您一定要相信我。你只需要告诉我她在哪里上班。您要知道这个干什么呀？难不成您要亲自去找她呀？真没这个必要，您千万别去见她，她跟您没法沟通的。那个女孩脑子有病，丧心病狂，她对我有意思是不假，可是我怎么可能跟他怎么着呢？农村的，进城打工，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也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，关键是我跟他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，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小妹妹看。我还经常鼓励他，我说即使不念大学，也不应该放弃学习。人和人之间，不就应该有一点这种纯洁的关系吗？可他倒以为我爱上他了，对我那叫一个死缠烂打。还说什么我就是他的希望，没有我他就活不了。其实他就是想把我当成他的跳板，
想通过我改变她的命运，能够嫁个好老公，过上好日子。这不开玩笑呢吗？她也太会盘算了。就这种苦出身农村的孩子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为了达到目的，死皮赖脸，一点尊严都没有。阿姨，说，金元满在哪儿上班？文华书店。记住了，以后不要叫我阿姨。先生，对不起，这本书你要买下。为什么？我们书店有规定，书封拆开后的书必须得购买。哪儿写着这规定？你指给我看。这是常识。嘿，一个臭卖书的，敢骂我没常识？我就是不买了。怎么了？你看，你不能走。哎，你还来劲了？你还是不是？啊！过着这样的日子，是不是很多人欺负你？不是的，我没事。妈，我是不是太唐突了？我不应该这样叫你，阿姨。不，再叫我一声，再叫我一声，妈，快点。妈，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粗暴？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姨妈，为你受再大的委屈，我都愿意。姨妈，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能告诉我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吗？姨妈。对不起，存善，再给我一点时间行吗？可是我，我想，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，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。我希望我们俩是作为夏以沫和高存善那样交往，而不是作为愤怒的小鸟和何来曲。没问题，以沫，你记住，无论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远满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受苦，我也没有察觉到我辛苦养大的女儿是别人家的。我亲生女儿找到我的时候，我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母亲。妈妈，对不起你。妈，别这么说，不是您的错。圆满，你过得好，还说这些傻话干什么？刚才都看见了，过得很好。虽然家里条件不好，但妈妈很疼我，很照顾我。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把你接回来的。
我一定要亲自保护照顾你。妈妈欠你的太多了，一定要好好补偿你。真的吗？不过呢，这个事情不能着急，这毕竟关系到两个家庭。我压根儿也没有想过离开现在的家，他们也是我的家人，我怎么可能离开他们呢？就像您跟爸爸也不会让夏以沫离开，对吗？阿姨，以后不要叫我阿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夏以沫吗？因为他，我才只能当你们地下的女儿吗？在您和爸爸的心里，她才算你们真正的女儿，对吗？得知阅读签下了墨雨，非常欣慰。他很希望能有机会跟夏总有进一步的合作。我会考虑这个提议的，不过目前呢，还是按照我们约好的方式进行吧。这个您放心，第一笔投资款项已经在研究之中，应该很快就会处理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想马上知道答案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回来。到底什么事嘛？我正在谈一个很重要的项目。你想怎么处置咱们的女儿？你怎么想的？你赶快告诉我。你突然跑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？咱们女儿的事儿，难道不比你所有的项目都重要吗？好好好，你别激动啊。等晚上回了家，咱们再商量好吗？我等不了了，我想马上接圆满回家。圆满当然要回家了，但不是现在，更不是马上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要确保两个女儿有更好的安排，圆满就回家了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安排好？你给我一个期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接我的女儿回家？一周？一个月？你别口口声声的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一沫不是你的女儿吗？那在你心里谁才是你的女儿？如果圆满现在生活的好一点的话，我不会那么着急。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吗？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尽快想办法给你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喂，蛋糕看上去不好吃吗？有你最喜欢吃的黄桃，放久了就不新鲜了。你在哪儿啊？在能看见你的地方。一沫，隔着这样的距离，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的你，我忍不住想要告诉自己，这个女孩就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，我愿意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。高存善，以后请叫我存善好吗？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哦，存善，存善。雁西湖，你要带我去雁西湖啊？一沫，
你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明天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何来去的日子。你说我们要以夏以沫和高存善的身份彼此了解，我想可以从明天开始。雁西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曲先生你好，我是阅读图书公司的编辑，很喜欢你正在更新的小说，冒昧打扰，请问我是否有机会成为你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呢？以后你可以叫我愤怒的小鸟。喂，老莫，怎么样？臭小子，你让我帮你找的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啊。真的？这丫头好像跟全世界都断交了一样，没有电话号码，没有地址，只有一个邮箱。毕小姐你好，我是阅读编辑部的国安。三年前的今天，我收到了愤怒的小鸟的第一封信。请问你还记得三年前的何来去吗？一生走